镜头有点脏脏的。我们要来开我帮阿优跟阿优一起去买的 ROG 的键盘，4590块。哇！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。你在紧张吗？我刚刚，我不说我在看。为什么会紧张？因为他说，他刚刚说4590块，然后他说我还买一个这个，我其实刚刚就心里觉得，对，这个是一个极限期。好吧，用来打开吧。然后这个，然后结果是10000多块的东西。这个你要拿刀片。好，你有买我说会亮的那个吗？会亮啊，你看会亮啊，会亮很好啊。这我机器人。没用过这么贵的键盘，机械式键盘，它的全名叫什么？机械式键盘就是专门要打电动用的啊。对，它的全名我真的找不到它的中文名字，不过没关系。键盘总共分三大类，一个是机械式，一个是电容式，对，还有一个是服务什么式，我忘记了。对，这个有它有一个特殊名，这好像是红轴的。好，抽出来吧。哎，这盒子坏掉了，真的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盒子坏掉，有一个 ROG 红色的 logo。我是故意哦，好像真的有沾到你的食物那个油吧？不是吧？这个不是啊。这盒子好紧哦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盒子你该不会要留的？哇，不好受。还有一张纸，一张纸。键盘，键盘拿出来，键盘拿出来哦。我这边很多东西。线，它的线很粗哦。啊！我们先看底下还有没有东西。哦，那我觉得你势必得早晚都要买电脑。对，底下还有一个这个垫子。这个哦，垫子。里面应该没东西了吧？小心要掉了。没有。掉了我会哭啊。掉了你会哭吗？哇！啊，很漂亮哎，慢慢要看看。这个一定要有的。这个很重要，对，那很重要。这个数字键盘，哦，这个触感很好哎。我看一下，这该不会这边还会亮吧？对，会啊。它这样，哇，这还可以滚那个网页哦。对啊，这滚网页了。对啊，我们来接接看好不好？这就滑鼠啊。你按一下这个。感觉如何？是很不一样。嗯。就是不是？就是机械式的，我按一下，我没按。不一样。不是要让我按一下吗？你刚不是说骂让你按一下，我就按一下，你就按一下。你按太多下了啦，你儿子规定你不能按那么多下。疯狂，打电动都要这样啊。然后它这个很好玩。是这三颗。它这个是1/2的 USB， 不晓得为什么，来试看看。然后我买了一个 Thunderbolt 的这个，看能不能正常使用。还好没有很吵，帮你停哦。就不很吵，他选的这组不会很吵，他不喜欢很吵，很可以哈，一定可以。那我手速很快，好，这个谁都可以。哎，这很难讲啊。我们来办一个金氏世界挑战，1分钟可以按几下键盘。安远，你有在玩吗？嗯，没有，这个是那个训练。训练模式。这训练模式是哪里？哪里？可以，好痛哦！这个你自己打下就死了。我们试看看这个，刚好可以，对。1/2，这很粗哎。它这有很多功能。对啊，这很粗。可是好的键盘就一样。可是键盘真的看起来很高级，因为它连这个对好的东西就是用。过你一定就回不去了，好贵，这种就是4000多块。妈，我插电了，看哇亮了，哇哇，妈来看，很会劲嘞。为什么不能动？它是一个可以动吗？刷存在感的键盘，它很可以啊，可以动啊，有啊。怕别人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有啊，有啊，你看这键盘怕别人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可以走了。你要放在正确的位置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，你现在不要，你这个先拔掉，我跟你说，这样你会比较那个。然后这个键盘，这个要插右边，那你就不需要这个，你可以把滑鼠插在同一个洞，这个就不用，你的线才不会那么多。
然后这个键盘放在这。李彦娜，赶快来看那个很浮夸的键盘。然后呢？你看那个很浮夸的键盘。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天哪，你今天睡太晚，你要去睡觉了。我帮你弄好，就是你就是要弄好，因为我们家比较麻烦，就是没有那个电脑了，以后再帮你买电脑。这台 Mac 其实是新店蔡依林之前用的。哎，滑鼠还是不行？的15寸，滑鼠应该可以吧？你这样可以，还是不行啊？你滑？哎，这可以啊，键盘可以。但是还是那、啊、你就要这样。但是滑鼠不能。嗯，滑鼠不行吗？对，滑鼠是不是跳太好跳？对，跳，对跳，就是，就是。滑鼠，你之前就好像要重新开机还是什么？滑鼠灯有亮啦，你可能要重新开机或什么，它才会。没事，我就看好，我给你东西啊。好，这就是阿 U 的最新配饰。很奇怪的配置，然后这个键盘配那个超不合理的，欸，然后他的滑鼠常会没办法配对，一定要重新开机。你看，你有上面有芝麻了，你真的啊，完蛋了，都开，我要把你烧下面成烧芝麻，烧芝麻拿去丢掉，你重新开机应该这个就可以。你要玩了？我不要玩。那干嘛开机？你去看看你的滑鼠吧。哦 ，skate， 我不是当掉了。耶，狙狙！我的滑鼠爆了。好啦，就拍到这。那这个要干嘛的？这个是底垫在底下啦，这个就是看它需不需要护腕。要吧。你就是啊，这样就是。什么是护腕？就是这样啊。要吧，嗯，你也跟你姐一样，越站越大孔针。键盘，你看他的键盘，是一道彩虹哎。叫我按个2下。你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看。不要这样，你手洗。他刚洗手。他刚洗手。是现在全家最干净的了，你看。你看，对面我手是全家。因为你手是亮的。好吧。指甲啦。F。你为什么要输入？我不知道，你试看看。是因为这样，那这样。好啦，就拍到这喽，拜拜。好好呀。我用啊，你的滑鼠正常。